爷，梁贵，梁大宝这边来了，秦大哥、亚虎也过来了。，我去拦住梁毅，你跟贝雪收拾这去，快快！收拾一下啊，好。 我说你又搞什么名堂啊？我刚才心里难受，头脑发昏，我就想要来这吹吹风，谁知越吹，我脑袋越昏，险些进入途中。幸好梁大人及时出现。我说你还真是豁得出去啊！梁大人这话，秋烟没听明白。大人还是赶紧去换身衣服吧，你要是着凉了，我这可真的不用了。 我听闻灵堂吵闹，我现在还是去灵堂吧。哎，大人，您煞气太重，不宜深夜去灵堂。煞气，现在就你我二人，你还拿这套说辞来骗人？刚才你假意落水，将我拉入池中，是故意拖延时间。我说，野猫一出现，这灵前的蜡烛登时就灭了。少夫人怕惊扰到贺兄，便命人驱赶。 幸亏贺兄符纸深厚，加上少夫人这几日日日抄经，这些野猫未从作祟，便四散逃走了。贺老伯，梁大人，夫人，梁大人，梁大人，梁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梁大人，少夫人，你为何浑身湿漉漉的？我刚才头晕发昏，想到池边去透透气，险些跌入池中。 还将来拽住我的梁大人也拖入水中，幸好水浅，梁大人无碍。夫人，你看梁大人都湿透了。哎呀，快带梁大人下去更衣。这梁大人千金贵体的，怎么能为咱们贺家的媳妇有什么闪失啊？快！是夫人。先告辞。秋烟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下去更衣。是。